首先是真诚的感谢啊。这个前两天我还问云林，我说今天会有多少人来听课，他说到目前为止报了一个人，然后我就琢磨这个要讲还是不要讲啊。这一个人呢、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人，马来西亚有一个人啊，这个要讲还是不要讲。所以我今天这个一进到课室以后，哇，不得了，怎么来这么多人，这个证明大家这个佛性还是很厉害啊，这不是冲着我来的，是冲着这个佛来的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曾经说过，不可以轻视任何人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一个人皆堪称佛，不单是我们人，就是这个一个小草，一个百灵鸟啊，那么一个很弱小的一个众生，他们本性中都是佛，都因为迷了，然后才堕在这个六道中去生死轮回啊。所以是哪怕是一善体都不可以轻视啊。什么叫一善体？一善体就是这个他根本就是不信佛法啊，你打死他他都不要信佛法的人。还有呢，就是这个很多劫很多生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就是这个根子里面八识库里在很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佛的种子的这种人啊，他叫一善体啊。那这一善体你都不可以轻视他，为什么？都是佛啊，从本质上从本源上来讲都是佛。所以说我今天是真诚的感谢你们，为什么？你们是为这个佛来的啊，想究竟明白什么是佛教。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字啊，我们现在都把它这个发音读错了。为什么叫佛教？佛教呢就变成宗教，不是说宗教不好，但是就背离了释迦牟尼的本怀。所以这个这个字应该怎么读啊？叫佛教，教懂不懂啊？啊，教就是要教会你，他怎么教啊？怎么教？是这个佛它是什么？佛这个就是一个尊称，相当于我们这个称为一个大学教授、什么副教授这么一个职称。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佛不要产生一个迷信的一个念头，它实际上是一个职称。说在佛法界里面，它分什么教授、副教授啊，然后下面是普通讲师啊。那么这三层的这个职称，到了教授级就是释迦牟尼了啊，他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教授头衔了。然后呢副教授呢就是菩萨了啊，然后呢到了讲师，你到教授评不上去，那就阿罗汉了啊。你不要小看阿罗汉哦，阿罗汉也可以做讲师。为什么？只有真正出离过六道的人，他可以再讲这个佛法。而且佛法的核心就是要你出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叫轮回，大家知道一个鼓轮，一个车轮子，车轮子它是圆的，你从选任何一个点顺着这个轮子走，走到最后又回到这个点上来的。轮回就是这样的，你走来走去，你没出来出离这个轮子，然后你就在这个轮子里面转，所以你从任何一个点开始，那最后还要回到这个点上来，这叫轮啊。所以是没有出去，你要跳出这个圈儿啊，跳出这个圈儿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然后这个就成佛了。那佛这个是最高的成就结果，然后那么菩萨是第二成就结果，阿罗汉是最小的一个成就结果。那么到阿罗汉层次就出了这个六道轮回了。所以说那么阿罗汉又分两种，叫声闻跟缘觉。声闻是什么？声闻就是他是听别人讲经说法开悟的人。那缘觉是什么？他没有听闻别人讲经说法，他自己啊这个去参详，然后突然看见花一开了，哎，花开得很美，这个花一开很美，他心里哗啦
一触动了自己的那个真情真心，然后哎，他的心也像花一样开了，哎，明心见性了，这叫缘觉。有的人看见花开，开这个明心见性了；有的看到这个水桶破了，然后明心见性了啊；有的人看别人红灯摔一跤，哎，他明心见性了。所以每一个人明心见性的缘起不同，这个叫缘觉啊。那这个阿罗汉呢，他跟菩萨有点什么差别呢？阿罗汉身为缘觉这个层次的，他叫二果圣人，我们叫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什么？四圣就是佛菩萨，那么阿罗汉里面分声闻缘觉，那么这四圣他都是出了六道轮回的，不在这个轮子里面，他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是这么一批人啊。那么这个所以叫四圣果位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佛，那么最高成就是佛的这个果位。那出了六道轮回的人跟我们这些食宿的人凡夫有什么区别啊？凡夫有生有死，这些出了六道轮回的人他获得了永生。永生是什么概念？就是永远不死了啊，因为他没有死，所以也不存在着再生一次啊，这个叫这个不生也不灭，不生也不死，他就获得了叫涅槃。涅槃是不生也不死的，这个获得果地的这个正果的一个境界。说不是人死了叫涅槃，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有一个称呼说老和尚涅槃了，啊，这个和尚老了，出家人老了。啊，他这个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叫涅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啊。所以说我们一听说涅槃就是死了，实际上涅槃是不死的人才叫涅槃。那不死的这个境界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就要去达到的一个境界。有的人说老师这个不太可能吧，这个佛法到今天，因为释迦牟尼离我们今天大概有2500年这么一个历史了，啊，他是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小国家的一个王子，他的父亲是那个国家的这个国王，他是活生生的人，啊，然后他是活生生的人，他来到人世间以后，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大家知道今天有示范学校，示范学校是干什么？专门培养什么？老师的，老师将来做什么？专门教学生的。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师范，师范就是老师是做模范表率的，就我做个样子给你看，然后你照我的样子来，你照着我的样子来，最后我最后做成的事儿你也可以做成，这个就叫师范啊。老师教学生就是这么个目的。说高中老师教我们的孩子教学生，他要教学生去上大学。他为什么能够教孩子上大学？因为他上过大学，他上过大学以后他是怎么考上大学的他知道，很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科目的考试，那经过这些考试了以后合格了，那么他才能够去上大学，如果他不合格他去不了大学。说他就懂得怎么教孩子去应付这些考试过关，把每一门考试都达到一个优秀的成绩，然后他就能够上大学了。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师范，是他把自己成就的这个过程在当下教给孩子们去怎么去突破障碍，克服困难，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跟着他学，然后跟他一模一样的将来也能考上大学，这叫师范啊，这叫老师，这叫师啊，这叫师。所以大家要重视释迦牟尼，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神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真正的一个
娘胎里出来的活生生的跟大家一样的一个人。我们之所以跟释迦牟尼佛学，是因为我们也是人，大家都是人，都是人的话，释迦牟尼能够按照一个方法他当世成佛了，我们能不能呢？哦，有人这个自信力还挺强的，能，这很好啊。首先要有这个自信力，为什么？因为你给自己的田地里下了什么种子，最后结出的果就是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给自己的人生下的什么种子，下的什么种子在田里面啊？你看看你们的田地里都下了什么种子，有这么几粒种子，看看你们选择了什么种子啊。有的人选财富做种子，说一辈子为这个钱去拼命，因为他选了财富的种子，他要解财富的果啊。所以就像我种了一颗苹果的种子下去，我将来要摘苹果啊。说是他选了一个财富的种子，这一辈子他就想做财主，他是想有钱，所以他就为这个去拼命的耕耘，拼命的努力啊。那么当然他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什么失败。但有的人他把名誉看得很重要，所以他把名誉做种子，我一辈子要出名，出人头地。那这个种子你下下去了，你就会为这个去拼命。有的人说我要做总统，我要做总理，我在政治上要谋取最大的成就，把这个做种子。所以是每个人人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你的种子，因为你下了这个种子，将来你要去辛勤地给它水，给它浇肥，还要看护着这个种子不坏，让它开花，然后结果最后就看到了自己要的东西。说是但是这些种子最后结出来的果会是一个最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当你拿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拿到了，你死的时候又全部没有了，这是一个很悲的悲剧。就是你这一辈子拼命的起早贪黑的去努力，结果努力到最后发现，哎，我现在要拜拜了，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地球拜拜了。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的洋房怎么办呢？我的汽车怎么办啊？我的家人怎么办啊？我这个总统这个一辈子创出来的这个名誉怎么办啊？他发现带不走。说是人到晚年以后为什么有很强烈的这个失落感啊？这个失落感就是什么？就是他发现自己努力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居然我什么都带不走啊！所以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这个失落感。那失落感一有，他这一辈子的幸福就一下子都砸光了啊！所以是你的幸福来自于什么东西？来自于你这一生的获得，永远的不会丢失，来生可以享用。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生要定位自己，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终极的结果，就是我这一辈子干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我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可以继续用。我在现有的这个高度上，这一辈子我总共我是目的地是18层楼，我现在盖了8层楼，我下辈子还才可以从这个第9层楼开始，然后叠加。那么终极我这样一辈子一辈子盖下去到18层楼，我一定可以盖完的。所以是这个今生的东西你要带到来世，今生的东西要带到天上去用，今生的东西最好带到一真法界去用，就是永远的不会丢失。所以是这个就是大家要重视，就是说我们都选了种子，但是你选的种子最后你能不能带走，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值得关心的东西。嗯，